这钻石局给我整不会了。找到脸上来啊！一技能直接秒了，非常勇敢的，非常勇敢的。这边又找到脸上来，给了个一技能，又高到了，他的影视高什么？我就站在原地用一压技能，全部都打完了，给了个一技能，给了个大招，然后又跑了过去，给了个大招硬劈了一个人，然后又被高到了，又死了。这边妲己又冲到脸上来，冲到脸上来，给了个一技能，又死了，什么呀？这些都是演员啊，没办法，人家钻石局他就这个水平啊。我就站在原地不动，丢技能了，人机都不带这么玩的吧？